茄子、柿子、辣椒、豆角、黄瓜、土豆，这种的样数挺多啊。对，四来样。大概有几亩地？这得有，这个最多是二亩地吧。切了10块，你这玩意儿1块钱五六斤，你胳膊早下来十来天20来天，这下子生意多少钱？你看，一块多一斤收，回收大概得卖个4-5千块钱吧，再加上这个补贴的，那都有5-6千块钱，够老两口花心了。